虽然也是没喜欢吃鸭脖的嘛，是公鸭的鸭脖。天哪味儿呀！二卤味有法式二的，看你喝它。你要是在店里卖鸭脖，都得一个，都得这几块，都得四五块吧。这个鸭脖也个头还特别大。它不是特别的辣，它是那种天辣味的。我特别喜欢吃鸭脖，它的肉也特别的软，有喜欢吃那种甜辣味的话可以开上扇的，这鸭脖的个头是特别大的，肉特别的软。值得推荐的话，特别好吃。